看到了。昨天中午，家里边大人没在家，他就跑到窗户跟前玩呀。他家住在五楼，是从五楼呀掉下来了，掉到四楼的那个晾衣架上。过了一会呢，他又掉到三楼的晾衣架，最后扎在那个二楼底的那个雨棚上。小孩大概在11、12岁左右吧，就在路边的行人发现的时候呢，他已经落在这个四楼的那个晾衣架上，被旁边人发现了，立马就报的警。消防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二楼的这个雨棚上了。当时那个消防队员没有什么防护，也都比较危险，因为他那个在那里不好坐，屋子也进不了，他那个云梯也搭不上，下边也不能去做气垫，那没有办法就搭了一个长梯，就消防员上去安抚住小孩，又帮他戴的头盔，防止再落下来摔着头嘛。一般消防员还一手就是抱着他，然后我就从底下又戴了一副这个安全带上去，那个消防员又把安全带给小孩一点点给他系上，然后又。消防车的那个吊机把它吊下来，消防持续大概在1刻钟到20分钟左右。当时目测感觉应该没有什么事，能走，大体来讲也是有惊无险。